人人生啊，一过程啊，无常啊。我经常甲大家同齐讲，咱为虾米无心通？因为咱每一个人无共。若讲知影虾米时阵会发诶时阵啊，逐家就欢喜咧等。啊，讲虾米时阵会无常诶时阵啊，大家烦恼咧等。所以我会记有一个讲啊，有一个有钱人，啊，讲因家会会会发大财。 哎，人、啊、我讲要出门啊，讲惊个囡仔枵，我要想一个方法。讲阿公啊，把一捆、把一捆迄个、迄个饼。以前我啊腹肚枵时阵，即个囡仔真贫惰，枵时阵呢，这饼、個、把阿公那里伊总是要吃吧。结果出去时阵呢，阮来安上一礼拜，结果毋知啥物原因呢，叫做一日拖开十公克顿。顿下一下看，讲惊枵死啊！ 你咬死姐姐看一个，讲你伊咧伊头前阿公顶面都有白饼啊，那有可能枵死的。结果讲吼，迄、那个饼含一滴都无食，讲活活枵死。即、這个故事哦，无一定是真诶啦，但是呢，听起来嘛是有得意，而且真讽刺。所以后边来讲，意义化他人，只需有方便，讲咱么多人，会影响人。 名一成不变，那讲作的方便啊，我上航班呢？就是讲呢？那到场州到若无方便发问吼，那未用吼，就加无用啊，那会用，就加忝诶。我要算算诶吼，成功哦，还没著青赢呢。为着要骗成功，后要后悔吼，我那随缘都好啊，为什么呢？

所以随缘的好，所以勿令彼有疑即是自信见。卖好让有怀疑，自信得于地智那那卖好别人怀疑，安尼咱都有智啊，都有功夫啊，都有正啊，有信心嘛、啊。 所以當，当然啦，咱凡夫无论在几出去的每一个人当然是要有善根的人，才会注意到佛法的重要。啊，那无的时候，嘛，是当面错过。到底佛法是教人啥呢？头啊，开始呢，世间话你讲的，弘弘扬父母，尊重国法，敬老尊贤。 然年呢，尽心尽职，安尼就算真成功啊！按出世讲法呢，当然头前遐讲诶嘛是也包括里底，到最后呢，免讲责任，免讲借口，免讲义务，免讲贪婪，更加免讲道理。世间来讲，咱阿未学佛诶人，拢是咧学道理。 所以，大家理由真多，意思讲道理真多。咱学会了说学，爱学啥呢？讲学放下，学随缘，学看法。简单讲，学、哦、无道理。啊，无学道理是学啥？学道心。有道理的人都无道心，有道心的人都无道理。为什么？因为佛讲讲，佛法非如法，是名佛法。 得利会得利，失名道理；得非道，是名道。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讲啊，这间讲清楚，佛法为世间是无离开世间嘅人情世事，更加无离开世间嘅法律国法。咱虽然是讲佛门，虽然是讲佛法。 为什么讲无离世间法？是教人讲爱顺世间法，顺人生道理，顺人个个性，顺人个话语，顺人个执着，安尼叫做佛法。为什么要顺,顺？我本来就真顺啊！有是有顺，也佫无顺，先来何顺？因为也佫有有道理，也佫不甘愿，也佫有借口，也佫有执着，也佫有计较。啊，无你看那些，一世间法尼，些时阵较讨厌，世间天气天气就歹啦。每一个人法都拢生意真好。 因为什么？因为人无计较，无计较未生存的，所以难啊！所以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；离是密菩提，恰如求兔脚。当然离开离开世间的人情世故，离开世间的,的关系。

原来是降音，这角、個、头的降含降五降三不降，你看咧这嘴咧这这降，这都七分这角、個，這個、什么意思？正骗是这角，工，咱头前后壁拢是错误的，为了这间这间厝的境界是错误的，有对呢是安尼错误，因为咱忘未掉美感。 为虾米帮未到美个因为这个美个都是咱的视觉；视觉都是咱的个性；视觉都是咱的民主；视觉都是咱的借口；视觉都是咱的道理；视觉都是咱的喜爱民主。所以，你看这个“戏叫做视你看这个“戏 到处变是女人，请查某看看，会忍耐，但又不罗搞寡蛋。这二呢，是读书，自书的书，一个始考，考就讲借口。咱就是家己有一寡家己的理由，家己的道理，提做做就考，一开始难呢，出时难呢，所以咱讲袂赢。到最后，弄这死呢，就找、是、死的死，一支刀，就接是代表一条路。 时间，所以一都自己一都干，自己干唔干咧？家己，所以自吹息劳啊，所以叫做息干。因此，因此呢，咱依靠奉行；因此呢，咱求师问道，所以先立学都真哩重要。简单讲。 所谓善知识，咱的父母、亲戚、朋友、兄弟姊妹，拢是咱的善知识。咱著是未相信，咱著是未尊重，咱著是未甘愿。难得有即个善根，要找有修有德的人，有恩爱代定。 因为每一个大丁人都是有德行的人，不是咱的亲人，所以咱会尊重。佮加上咱有缘，佮加上有欢喜，所以咱都会听伊讲。以前我也记，一个少年人，自己嫁嘛，拢为外靠呢，吃破病。 因妈妈呢有学佛，但是呢，有用的时阵呢，拢会去书页发心，好去学习。有一天，这是、個、少年人神经很强的时阵，走来把迄个书因因老母亲啊去摆迄个书起来请教，就是讲哦。 先啊，听恁妈妈咧讲你，你哦，我即嘛终于来啊，啊，你来啥代志？伊讲哦，叔啊，我最近哦，感觉心情特别歹，所以因此呢，项拢真未顺利，所以大家哦请教，叔呢加几点？叔讲哦。 看你人神经嘛，未歹啊，人个少年。今外一呢，你来来这山顶请教，都表示呢，你福定诶一面形象。好了，看在吼，恁妈妈吼，请来你媽媽来这好奇诶分享。晚暗吼，我请观世菩萨哦，教领导甲你加持。哦，这少人哦。 就真怀疑，哦，事真正呢哦，讲当然啦，这个、白行无多，拿关系无熟了，大处大面有疾病，因啊吼，你十十点的时阵吼，咔嚓等十点的时阵，准时哦，太早也未使，太晚也未使，十点的时阵，等于讲家恁妈妈，即、这个恁恁恁厝门口东门。 迄个观线不好，伊吼、喔，底底一披起那因为天嘛，一穿那灯泡，啊，且头毛长长的，啊披肩戴发的，也来开门。哦、喔，即嘛，这些少年人听这些书安尼讲，哦、喔，伊就记掉咧。迄工啊无啥物心情去做，做咧等按时的十点。 哦，伊是从来呒没看过观世音菩萨，这事讲啊遐肯定的呢，伊就种欢喜的。等下，可晚上无间，等下暗时十点时准时去引导解诺门。诶伊直直看，引导迄个门，伊穿的鞋啊吼，迄、那个门都巷内底，入门迄内底，摆个整整齐齐。哎，诺门真门都开开，看着就披头散发，电脑无开。 大家开门，我到我妈妈，迄阵就咧开心哦，因为是现金现钱来用过，才深深诶感动，跟老母忏悔。即、这个即、这个公安议员暗示啥？讲咱做父母诶人对子孙也不在， 不行，诶、欸，唔在轻当，但爱是我什么时阵，伊家己善根很浅的时阵，家家孙的姻缘，都是做父母的姻缘，家孙的福报，是进伯父的功殿，这东西因果关系。所以了明说，前甲讲讲所求未知。 何必加修所以，即句呢，才讲正见明出世，邪见明世间。正见甲邪见的差别是啥？你求功名利禄，你求荣华富贵，你求出世，你求往生。 就开悟，就信佛。当总有正见甲邪见。世间话来讲，求是有德，得是有名。顺着因果，顺着法律，顺着世事，顺人的意，安尼叫做正见，叫做啊，叫做敬仰。 啊，著正当，也叫做正法，合合法嘛是同款。咱拄则讲正法跟正确诶方法、正确方法，凡事含摄讲法同款，为心所造。一切呢，如意不如意，毋是时机，毋是事实，毋是环境，毋是别人。 是家己好的一面，低见，所以处处呢，也当注意到家己的低见观念有正确哦，即叫做正见。下见明世间，下什么叫下见？世间人讲，讲一定爱有功名，一定爱有地位，为一定爱为着荣华富贵，一定爱世俗人喺度，一般低见。 叫做下根，其实无论正根，无论下根，无论世间，无论出世间，共款拢离未开十一大因。这是看人的因缘，看人的手段。所以求一道有得，得是有名 邪正尽打切菩提性完了。咱我都修改咱我都做噶，离开邪境，离开险恶，离开对立。意思讲，咱邪个人未当有，邪个人未当做。但是呢，这个正跟先对。 较好，共款拢是跨界，共款拢是集中，共款拢是高端。即个意思咱做就批咧。世间人所有咧，冤家诶人拢是人为家己钓诶，所以叫你冤家。若人为家己毋钓诶时阵，咱会吞声冷气，咱会低声下气。 呢、啊？对、啊，就掉、啊。所以邪正尽打起菩提性完啦，好坏拢没得集中，好坏拢没得跨界，好坏拢没在心上。意思讲，没有搿啲念头，搿啲看法。菩提性完啦，金哦菩提讲金哦菩提嘛讲本性。 菩提性万难意思讲，人想会开，人会当自在，人会当逍遥，人会当解脱，本来就是当下干净的代志。万万万然就是，就讲当下那就清清楚楚，共款。这个万是万，这个万是万转的万，这个万转的万那就提一个万共款。咱提的万你接不共款，就垂手可得。 所以分明就在眼前，我来步步西方，处处揭露。所以一个人要破破邪境，真难、啊。此诵是顿教一明大法传，迷闻经雷解，悟者刹那间。头颈加胸胸肌。 顿教，就讲意思讲，咱当下看到知啊，咱当下看到咱看就了解啊。一名大发展，虽然文义无多，道理无多，但是照这个方法，照这种讲法，照这种做法，就等于就是大发展同款。 即个大货船啊，咱像即番一几个大国家做的，即、这个航空母舰，航空母舰装量国家大，能带几十架飞机。咱这个大货船呢是要当带整个虚空，大货船就讲大智慧、大眼界、大心量、大集团，叫做大货、这个、船。 迷文净了，者悟者刹那间。咱迷诶时阵，咱即嘛以前无了解诶，无量劫以来拢是迷，伊毋捌毋捌著是迷。即嘛、嗯、呢一面获得信色，即嘛听了解啊。所以悟者刹那间，所以意思就讲、是，咱每只人时急急急时刻刻，其实拢你等开悟尔。 单了解尔，单体会尔。即嘛，以前那个听无，安尼一直无量劫来的呢，抑可继续咧轮回，继续咧等，咱。来继续修。到什么时阵？就等即个刹那，随时。如果即阵咱抑个无了解，咱即阵抑个无体会，即阵抑个毋捌。 安尼，咱诶福德因缘那个无够，咱来更加认真，更加忏悔，更加精进。即、这个一生一世诶物件，毋是用别人我的代替，毋是用啥物件我都形容，就单纯的照片咁款。诶，三款对、就是、三款。 卖都一半，唔都一般是胡耶？今以大凡士稍此顿教，普愿法界众生，眼下见性成佛。有头带出这尊，今嘛呢为大凡事呢开示呀？讲这个顿教法门，顿高对当哈 当下，互咱了解，即、这个当下是啥？毋免毋免找过去，毋免等未来，毋免找地理、道理，毋免找借口。当下，咱对人一相应。当下，咱就听。有。所以破的，普诶，法界众生啊，当下见性性。讲到即个见性。 咱通常犯诶简单讲是建建议，建议个字，这,这,一的一这两字多好，相对，是啊，相对，见要任何代志，因就家己有看法，有见解，有希望别人个教导的意思，讲好听都、啊、建议。要么合咱诶意思呢，后壁要再多讲落下来啊。所以真日台顶啊，真日技术。 以前有一个老技师啊，听书的钢琴条，这个方法嘞真欢喜。因此呢，就等于出来，一笔钱。来阿叔说叔啊叔啊，我这笔钱已经欠几啊单啊吼，会当一家借几啊年，书生发完以后，当当当，收些金啊，发些钱 讲两书，和你讲这个讲等吼，需要较大精咧，吼看这人听话，书听了，阿弥陀佛。这技术工，奇怪那说了个阿弥陀佛了，是嘛？讲话的时候呢，书就惊啊惊啊，惊、啊啊、到大殿头上。这个技术唔知好歹，我装话来甲书讲，书啊书啊，我杜家还讲啊，我这辈子哦、喔，会当饲几啊鸡 廿几啊年，啊讲啊的啊，去赌场啊写拢点点，含一句谢谢也无讲嘞。书到家些其实工，哎呀，你发心的时阵，当下你的欢喜心哦，讲到都圆满啊。你啊个勉强输，跟你讲谢谢。所以等下关心讲输钱大家有够傲气无？有气无？安尼好输，遐只压力。所以人家这个。 见，即、这个见性，咱拄则讲见，咱无能想啥，这是是咱的本性个性。但是咱不通常来想啥，一定三款代志，离为家己的欢喜，家己兴趣，家己想法。如果咱做三款代志，一定要合咱的个性，要合咱的个性，安尼无地位，爱活到控制咱的兴趣。 想法看法，才会当成长复贵，才会当效益。 七零四进幺，十方坛悦大德护持电视弘法，以使佛法常住，法轮常转。若蒙捐款，敬请电汇，永丰银行嘉义分行，账号零一六零一八七零零零零一六五，邮政划拨账号三一六零五一九一，户名七零四。 联络电话：零九三四二七七六九一。1, 阿弥陀佛。